打了许久，也终于是把这个号打上了无敌战神。今天我们来领取一下无敌战神头像框。段位到达战神之后，只需要再打5局游戏就可以领取战神头像框了。刚才已经打4局游戏了，一把棋没吃到，现在是最后一局，能不能吃到棋全凭天意，反正框能到手就行。这把第一条没选择跳科学馆，啥实力也行。边搜物资边收集信息，解决近处敌人。别打！哎，不是这什么老爷衣服呀，这么挡视野，气死我了！解决一个又来一个。哎，你是人机吗，金宝啊？哎，我真生气！把全部麦关一下，都听不到脚步了。这黄螳螂转了一圈还是死了，给破绽了。还有人，丝血取胜极限。这把圈刷得很给力啊，科学馆一直在圈，到第三个圈的时候才刷出去，现在场还有16名敌人。科学馆又来人了，漂亮！这颗手雷扔的精准，四杀到手，不错不错。现在第四个圈也是已经刷出来了，阿宇虽然不在圈，但是离圈很近。这个号的战神是阿宇打下来的，我只是负责解说一下。现在毒来了，阿宇并没有选择立刻进圈，而是在这里扛毒，扛毒狗排名。虽然现在进圈就算是死了，无敌战神头像框也有，但是能加2分还是加2分吧，这样号主的无敌战神也能多保持2天。现在场上也是由刚才的11名敌人变成了7名敌人。独家岛的扛毒距离可是要把控好的，一不小心就会打不上药，就会被毒死。不敢进圈啊，其实可以进的，这是太稳了。哎呦！好水的枪法，还是不进圈啊，因为身上的药很多。这把科学馆是被阿宇打下来的，所以说他也是收到很多药，一瓶接一瓶的在这喝。是不是有点太狗了啊，兄弟们？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5KD 的单排无敌战神，也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上过单排榜一的人，但这些都是事实。此刻在狗分的确实是15KD 战神，也是上过单排榜一的。药还能打上吗？能打上的。现在场还有3名敌人。进圈了，哎，圈后有一个黄螳螂，坚强打完了，被他报仇了，还不是在扛会毒呢。看一下这个黄螳螂能吃到鸡不？喷了几喷，好像没杀死人。哎呦，好厉害的顺爆！牛啊，最后这个小白衣，这把也是杀了4个加了3分，分数来到了6087分。好的，现在来领取一下战神头像框，点击右下角的 SS23 赛季，点击经典赛，再点击右上角的经典赛，再点击左下角赛季奖励。无敌战神头像框就到手了，给它装上，帮号主装一下。点击头上框的更多，有个换头像框，把无敌战神框换上。
帅不帅，兄弟们？新赛季有需要上无敌战神的，记得滴滴我们哦。